Hi everyone, I am Mr. Bum, Mr. 棒棒，Mr. 好棒棒。中文说的比唱的好听吗？很多年前，有一位音乐制作人，他是一位美国人。有一天，他很疑惑地跑来找我问：“为什么你们有一首歌不是爱一个人，而是爱一条狗？”哦，感谢 Lenny，因为他的疑惑让我明白，中文的意义会因为声调的不同而改变。最近我又看到一篇论文，研究中文学习者的大脑反应，竟然和听音乐相似。看来说的比唱的好听，此言不虚啊。唱歌学中文影片，希望能帮助到三种人。刚学中文，觉得说中文很困难，在这里可以找到快乐。学习中文一段时间，但是腔调很不顺，在这里可以找到突破。中文母语者想找到语言和音乐之间的关联，比如如何作曲，在这里可以找到方法。那么，我们开始了。赵元任先生在五度标记法中将中文发音频率分为低、次低、中、次高、高五种音高，再将中文发音分为四声，便有了现在我们使用的一二三四声符号。一声从高到高，T；二声从中到次高，T。三声从次低到低，再到次高，提；四声从高到低，t。中文自有 melody，说的比唱的好听，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讲，这些音高的确会造成困扰。所以，为何不让我们换个思路，唱的比说的容易？我们把早安、午安、晚安、你好啊四个问句用五度标记法谱曲。早安，早三声，安一声，早用低音，哆；安一声高音用嗦，早安，午三声，安一声。早安，那三声就是低音哆，一声嗦，午安，午安，晚三声，安一声，这么巧，那么也是晚安。你好吗？你二声，我们用中间的一咪。好，三声，我们用低音。好吗？嗦，你好吗？合在一起，一首问安歌就完成了。早安，午安，晚安，你好吗？One, two, three，早安，午安，晚安，你好吗？早安，午安，晚安，你好吗？中文说的比唱的好听，唱的比唱说的的容比易。说的下容次要介绍的易，是今天四没有声提到的跟第着五旋声律唱七声，起，一二下堂三，课会更有早趣哦。安，我午是安，Mr. 棒棒晚，Mr. 安，好你棒好棒，吗？拜你拜。好。